好，现场画面来看到戴资颖在奥运止步，戴爸爸做了最新的回应。这是咧一直咧担心袂走这个代志啊。哎，咱比了讲，敲电话等下是啥通报还是安怎？无，因为阮这已经知影足久了，所以阮都拢知影嘛，所以大家心内拢有数。哎，像伊即摆有错，伊就带着伤害去比赛，啊，你感觉伊即届比赛，你感觉有满意？只要伊的比赛，我拢真满意啦，无管输甲赢。啊，人就是安尼，人世间足侪代志的，嘛无多，安得尽力就好啊，啊，剩的就是安尼。你爸爸，你有调整有讲，伊其实在刚比利时比赛时，准备是晋级型的。伊其实伊比利时的比赛前一天太早，伊就有够欢喜的，到迄天太早，伊去，其实拢。阮离遐拢足艰苦，伊袂敢来行咧，也袂走啊。伊到哩比利时前一天，伊有法度小可慢慢仔走，无伊伊讲就已经足欢喜啊。来吧，啊！伊前一天到甲卡就甲你参详讲，啊，明仔就要甲医生哦。伊敢袂讲，敢袂讲紧张，还是讲啊，我行脚，因为层次较悬嘛吼，毕竟甲医生哦拍遮久啊。伊敢有甲你讲头啊？还是你话建议啥个？拢无啦，伊即大家拢知影，伊甲比利时拍甲安尼个时吼，了，伊即世界级个，即拢足极速个运动啊！伊其实伊甲比利时拍了后，伊规身躯拢无爽快，伊是呐，无较久无做着强即个强度遮大个训练甲运动啊，哦，啊所以啊嘛是艰苦落来，医生。就搁随隐藏根的团队，就是搁随改，就搁加强啊，看到要加强，搁甲加强啊。哦。即个看到伊的标准啊，伊讲个，也是阿妈讲哦，因一直拢在看，讲讲看伊去，拢看伊要救救命状况。对啊，好，看到戴资颖因为带伤比赛，虽然在奥运止步了，粉丝们相当心疼，其实戴爸爸也相当的不舍，但因为小戴说不能放弃，还是参加了比赛，但他始终都是家人骄傲。戴资颖在巴黎奥运无缘晋级了，今天清晨他透过了 IG 发文感谢大家，他直呼说看来超人有来，只是我没能撑过去。小戴表示很谢谢大家的鼓励，泪洒球场也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也没有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受了伤。他说输球就是没有借口，不过也真的尽力了，不知道哭了有多少次，看来超人有来，只是我没能撑过去。其实呢，小戴从7岁就开始打球了，15岁登上了国际赛，天才少女华丽的球技也收服了大家，超过了20年的羽球生涯，夺下了32冠，也是史上唯一累积30冠的女单选手。失误太多，表现 NG。问戴资颖怎么没有拿金牌？是关凌呀！
戴资颖回击球时都打在王子前面，无法过网得分，心急如焚，导致戴资颖的表现 NG。做搞的哈，你很会在那边打字哈，问人家，问戴资颖怎么没有拿金牌，是关你啊，关你啊。比赛都是有赢啊，对啊，对啊。哦，那你当然是很认真，对，没什么事啊，真的，真的。在你决定不打球之后，我觉得我看到更开心的你。你可能转换到这个角色之后，你又可以更全力的去支持我比赛，然后为我加油。谢谢你这么有趣，然后又这么疼我，然后也谢谢爸爸妈妈，就是生给我一个这么独一无二的姐姐。我今天要来跟你 PK。因为我曾经打到甲组，虽然我已经退休十年了，但是我还是信心十足。来，今天我们第一项要做的是神踢的脚步训练。那个教练，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像他这样这么厉害，对不对？他是不是应该让我四格？要不要？太多太多，三格应该 OK OK。那你觉得今天他会赢还是会输？如果是跑步的话，我现在应该稍微有点赢面了。快，很好很好。获胜的是，因为这边犯规，所以是这边获胜。接下来我第二项我们要做的是 L 型的跑动训练，戴姐，田菊加油 ，Go！ 加油！好，第一趟势均力敌，加油！来加油！被他那边失误了，戴姐加油！戴姐，好，田菊，戴姐获胜。需要叫救护车吗？不需，还不需要。他比较内敛一点，然后他以前也比较怕生，爸妈一直带我们球场，他就在旁边玩球。
他应该算是比较外向，然后比较活泼，就会坐在那边跟一些叔叔伯伯阿姨聊天。角带得分1-0，换边发球。你们两位小时候有对打过吗？有正式比赛的时候有，我们确实有一次有打到冠亚军，而且是我赢哦。出界，小戴得分7-2，比赛结束。谢谢。其实我们差距就很大，就像就是保时捷跟三轮车这样子，因为他一开始其实就已经非常厉害了，所以在当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会相处不好，有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被拿出来做比较，那比较之后我可能就会对他非常的有敌意，但其实我蛮后悔这件事情的。对，因为就是在同一个环境下吧，就是大家会去做比较，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就从小也不会特别去鼓励对方，因为可能在这上面其实怎么去做拿捏都不是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效果。本次比赛由小戴获胜。他那时候放弃，他应该是打得很烦，不想练，然后看同学们都可以出去玩，所以他也想要出去玩。当他后来我觉得他回来的时候，应该是他觉得他没有目标，然后到长大的时候，其实他努力的部分，他该休息的时候放假，因为球场都没有人了，所以他就找我去陪他练习，维持他的球感。大家会一直说哦，这是天才型的选手，但是走到现在，我觉得每一个我看见在跟我对打，每一个人都是天才型的，所以就是看大家怎么去再更加强自己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就是需要靠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练习。你还记得你们小时候练完球之后都会去哪里玩？练完其实都很累了，就直接回家，可是有的时候会去吃好吃的，像是麦当劳。不是因为拍麦当劳广告才说的，是真的会去。干杯。丹姐你还好吗？非常的累，这已经是我一年的训练量了。那小戴觉得今天姐姐的 PK 如何？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毕竟他这么久没有打球了，我觉得他有这表现很不错。姐姐，请问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拍照吗？哦，好啊，好哦，麻烦你。最后有什么话想跟妹妹说？我曾经热爱羽球，直到打到甲组放弃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追着你的背影死命的奔跑真的很累，所以从我放弃那一刻，我就决定我要好好的支持你，然后一辈子为你加油。丹姐，到现在就是还一直都觉得很开心，你们可以这样子一直支持我。在你决定不打球之后，我觉得我看到更开心的你。你可能转换到这个角色之后，你又可以更全力的去支持我比赛，然后为我加油。谢谢你这么有趣，然后又这么疼我，然后。也谢谢爸爸妈妈，就是生给我一个这么独一无二的姐姐。